哟，我是 Monkey AKA 三重高尔轩，来自三鲁联盟，有输过没怕过，上这个节目就是要来展现社会底层的力量。期待。Let's go。在这里成功过的日子里，在每天挥洒汗水场所里，为了薪水我们拼命卖力，只为了每个月活到月底。白人脱腮攻击，晚上无博弈，扯淡双臂只为了吸引妹子注意力。当我们在一起却嫌弃我家徒四壁，他说没有放弃，只留下一封分手信。在空荡房子里学会如何安静，安静下来又接到手机的短信。 Hey monkey， 明天要上班不要忘记，明天星期一又要交车带薪带分期。当今末班睡你钱都交给越南的阿姨，外送风吹雨淋，双开跌单在所不惜，深夜在兼职小切结账不惑，还要洗咖啡机，24小时没有休息，双倍房子很买不起，我就这样做到暴毙，我想也没人在意，我想也没人在意。在空荡房子里学会如何安静。 Hey monkey， 明天要上班不要忘记，明天星期一